他这种讲话是选举的算计啦，一时装的慈眉善目，千万不要上当。他这种讲话是选举的算计啦，其实他还不是一个样，还不是一个调，而他代表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啊。他还讲他自己不染不绿，这不是商品标示不清吗？所以为了选票，他什么都可以讲，连自己的姓都可以改发音，那还有什么其他不能讲的？所以请各位新北市民，用你最有力量的选票表达你最大的力量，人民的力量才会遏止这种向下沉沦的反动势力。千万不要让这种人一时装的慈眉善目，却忘了当年那强势攻坚，那一路走来还说要再干一次的这种嘴脸。他只是选举的时候这样装，他只是这个时候为了你的选票他这样装，千万不要上当。